才不一样，欢迎收看《全民大新闻》。我是掏心掏肺的他，我是燕秋，是欢迎收看全民大新闻。那刚刚这个开场舞啊，还是符合的这个时代的潮流，啊，跳了一下赛的这个骑马舞。而且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在全民大新闻里面合体，所以当然要带给大家一些 special 的。是，好，那这个跳完了啊，这之后也不会再跳了啊，再跳可能怕大家都转台了啊。好，我们赶快来介绍特别嘉宾，第一位是。前民进党的主席施明德先生，阮世间情敌啊，堪笑望一阵风声。是啦，感谢各位好朋友老顾客甲我柯西西啊吼，无唔对。我就是民进党的前主席施明德。两下来讲，讲这马政府有多么的无能。谢谢。好的。好，谢谢你，好久不见施主席了。那么接下来要介绍是全民贷款广告的侯昌明，还有我们的客服小姐姬妹。欢迎。黄先生，您的信用贷款 OK 咯？那么厉害。林太太，您的房屋贷款 OK 咯？那么厉害。马老板，您的企业贷款 OK 咯？那么厉害啊！台湾人民的压力越来越大咯。那么不厉害？不厉害。对，因为这个台湾人这个啊受的压力实在太大，经济又不太好，马政府还搞得不是太好。那我要马政府厉害起来的话，那就把经济搞好，马政府你就厉害了。哦，那就 OK 咯。谢谢侯昌明，还有经理。接下来要介绍的可以说写了一首好书法，然后进入演艺圈的，进入综艺圈的，我们现在尊称他是老师啊，我们欢迎书法老师赵云小姐。大家好，现在有点不认得是不是？大家好，我就是书法老师。我真的不认得嘞啊！我在别的节目有见过你，不是这样的。那是怎么样？差很多了。哎呀，你看错了啦！我就是34一的书法老师赵云。其实呢，很开心又来到全民大新闻，代表大家都很喜欢我，但是有点难过啦，因为好像今年的那个宅男女神的票选没有我，我真的蛮难过。我也替一个遗珠之憾难过，就是。听说你们的节目的小优也没入围，我真的还蛮担心。小优是要入围什么？七月半才会入围。入围宅男女神啊！而且听说今天主题跟他宅男女鬼吧，那么厉害。好啦，听说今天主题跟他有关系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聊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电影《哈比人》的主角甘道夫，还有咕噜。欢迎。Yeah. Where is my precious?大家好，我就是哈比人电影里面的主角咕噜啊，咕噜咕噜，心表飞鸣，回忆乳酸菌，咕噜咕噜，有效解决腹胀腹泻，咕噜咕噜，帮助解决便秘，助消化。你在忙什么 ？No， What are you doing？一下子，人，什么态度？哦，这位先生 ，Sorry。因为我在电影里面是双重人格 ，so sorry， 不好意思 ，OK，sorry 这位先生，我是魔戒里面的咕噜 ，yes， 哈利波特的邓布利多，请到隔壁。哦 ，sorry， I got a wrong studio， OK， 我不是邓布利多。My name is 甘道夫。甘豆腐，甘豆腐，我只听过豆腐干，没听过甘豆腐。哦、oh, ，我是外国人，甘豆腐是我的中文名字，英文名字就叫豆腐干。豆腐干，大西名产。豆腐干，我不是大西名产豆腐干。你敢揍我？但是他的意思就差不多 ，OK， 我豆腐干，甘豆腐一样的意思 ，OK。甘豆腐，甘豆腐，甘豆。卡岛湖，卡岛湖，你的卡岛湖还好吗？哦，我的卡岛湖没有问题，我哭了，背起来。哦呦，哦，你香港不愿意背起来？啊，我的香港嘛，我们的背起来，我是香港啦。
Okay. I told you before, I am 甘道夫。OK， 我也是魔界里面的重要人物，我是一个会跑法师。OK， we are the same movie。OK， but I have a question。OK， 就是你在电影里面。你是一百八，身高一米八，没有错。Yeah, 我是一百，一百对。不，为什么我是这样看你？眼神不对，对不对 ？Yeah。OK， 所以是我的问题吗 ？No， 不是我的问题啊。你一百八，一百七，一百六。No， 一百。Hello， now you can watch me。你先这个眼神没有错了吧 ？No question。OK， 很好 ，Thank you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甘道夫，哈比人现在很红啊，现在电影正在上演啊，哈比人的意外旅程啊，可以说是杀什么意外的天国了啊，怎么样怎么样的等等，这哈比人很好看啊。好，那接下来介绍的是性感小野猫泫雅佳，是小野马。对不起，好，性感小野马泫雅佳 dancer。最性感的小野马泫雅哟，刚刚我跳的就是我最新的烧酒广告哟，里面的招牌动作就是我现在的么子腿哟。好了，讲了很久，其实腿有点酸，旁边的 dancer 赶快自我介绍一下哟。大家好哟，我就是 dancer 小 B 哦。笑得出来，表示也没有怎么样。就这样子哟。这还好吗？大家好哟，我就是那个泫雅的 dancer。有阿传有，你是肚子痛吗？脚很酸的有。其实你做的很不标准有，你应该要再蹲下去一点。上次没有来哟，要再下去一点吧。再下去可以给你一点重量有。不要这样，这样很辛苦的有。上次没有来，要久一点有，没有错有。哎，你有没有站起来了有？我要站着的，我还要下来是不是？好了，我等一下被 Q 出来，我们三个全部都会用摸字腿面对大家哟。不要哟，很累的哟，不要转台哟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欢迎。哇，这个一开场就是摸字腿。我非常期待他们每一次出来讲都这样子，是是是，让他们讲20分钟，看他们还能继续。可以的啊，他们就有耐力的啊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是12月19号，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什么事？历史上今天在2007年的12月19号，南韩诞生了第一位企业家的总统，也就是他们现在现任的总统李明博啦。是，这位听说啊，这位企业家出身的李明博总统呢，可以说是非常讲求效率。他是每天开会大概就是早上8点就召集官员来开会，比前任的总统卢武铉开会还早1个半小时。而且说这个李明博在当选总统之后，他执政也代表着这个白领阶级的神话，也代表着穷小子翻身。虽然有人觉得他很专职专政，但是也有人赞扬他很环保。是，那我们干脆啊，回到历史上，今天来请这个孔爷还有姬妹来讲讲看，这位著名的这个邻国的南韩总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孔爷、姬妹上台鞠躬。最近啊，最热门的妆呢，就是我这个小丑妆了啊。听说还有人要把它弄成一些模型的面具，要贩售呢。大家尽量去抠，没有关系的。我这个人就是豁达。我们就不聊这个，我们聊说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什么事了。历史上的今天，2007年的12月19号，李明博当选了南韩的总统。哦，哎呦。李明博也是一个贫户翻身为总统的例子哦。据说他的爸爸还是个牧羊人。哎呦，牧羊人啊，我讲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够努力，什么工作都是没有关系的。你说到这个牧羊人，我就想到羊。那想到羊的话，我就想到一首跟羊有关的歌。什么歌呀？你说你小羊羔，偏偏注定要落脚，请灭了。好了，羊。小羊逃了，对，可能景气不好啊，吃不饱饭也跑到别的地方去。
那是想要逃了。跟你开个玩笑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要聊韩国的话啊，我们就聊聊韩国，它最重要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每个人都是卧虎藏龙哎。哎，韩国很厉害哎，你讲得出来的东西几乎通通都是韩国的。那我讲讲看。讲讲看。孔子。韩国的。王建民。韩国的林书豪，韩国的端午节造纸术，本草纲目，诺贝尔和平奖，通通都是韩国的。哦，那我最后问你一个，九口，他也是韩国的，因为他是愿愿去当兵了啦。愿你个头。哎，不过我说真的，大韩民族最近真的是突飞猛进，想到什么啊都是韩国的，政府强力支持了。没错，而且年轻人最喜欢哈韩了。你看，唱歌得唱韩国歌。阿里郎，阿里郎，阿里郎。剧要看韩剧。同胞们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车胜元。怀孕的眼神，舞还得跳骑马舞，江南 style。空爷，你要去哪？空爷，你骑骆驼去。我这是骑马，不是骑骆驼，好不好？啊，是不是？是嘛？哎，不过真的，2007年李明博上任以后啊，带领的政治、经济、产业突飞猛进，像是那个747政策啊，还有整治清溪川，哇，好棒哎！哎，所以啦，您给我们做个总结吧。做总结，那就来吧。来吧。打竹板想连天啊，孔爷鸡妹来谈天啊，李明博啊当总统啊，百姓团结向前冲啊，手机夯啊韩剧棒啊，让韩民族握手中啊，骑马舞赛大树，韩流来袭快进补啊，快进补。好，孔爷鸡妹下台鞠躬。